是换芭比的。欸，他刚开始也太弱了吧。刚开始太弱了，所以我只要按这颗闪避的话，其他的我都没有按。对，其他都没东西了。没有，如果你那个一颗有一颗一的，就按这个。太弱了啦！我跟你讲，还一颗还是我帮你打到哪里？不用，我帮你打到比较小。我们是缺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少了，才三个、四个。走，还不给我升级？
来吧。他五岁。哦，你把波打死了。来按一下吧。自去吃掉。他为什么女的就可以死了死杀了？把按吧，你再这样按。这个。啊？这个是稀有哎、欸，绿的比较好吗？这个血什么？20%，这45%哎、欸。哦，那稀有比较好。还不都一样。死亡爪。要啊这个、死亡爪。你做。死亡爪。我想要用不一样。哎呦，可死亡爪比较好。这个死亡爪。嗯，流星啊！你刚不是想要用流星？你刚不是想要流星？火焰波。哦，这个很难用。这个。对，你刚不是想要这个？速度。这个你要吗？你要换吗？不要换，就先按一下 LB。这个。LB。LB 是哪一个？这个就会换成神奇的那些的，哦，这个传奇很好用，传奇的，最好，这里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下一个，看你，你不要就按一下的东西，松着。这个都没有用了。嗯，这我的。突然变好强。你刚刚有看那一个人是在这里的吗？有啊。有的话，你就要点那个，你这个就会变多，就多一个。这兵是我的吗？对。兵，我现在又有冰跟火，然后也有那个紫色的。紫色是水晶，还有恶魔。不是紫色是恶魔。紫色哎、欸，它水晶哎、欸。对，它是恶系的。没有，这个才是恶系。你有火焰、水晶的、冰的。火球的，还有恶魔的，哎呀！我最好的，哦，算这个一定要打，蛮神奇，哦，52个，按一下，按一下。嗯，我的稀有，是是。你一开始就有一堆火焰在里面。安一些，安一些。不要这样大声。这个冰到底是我的？嗯。我这我就不能知道，这个是你。
这个不能用。看你要把什么换掉。魔爪按掉。不要，这个没用。哦哦。那我按什么？取消。取消。这个。快点去那个地方去补血。我满血吗？不是满血。现在才。哇哇！传奇，传奇最后，真是。要真发出声。哎呦，我以为是敌人。嚯，这他们的锁定太多了。很多啊。这一只爆嘴一波，那两个不用，我们知道我在看。我死了，去捡那个水晶，来吧，去捡水晶，怕不？在塔普那儿，那儿 ，Go， 这是啥？177，可以按的。像你这个巨人吗？你要巨人吗？不要，那就按点吧。这个，这个。有病吧，你有病。哎，为什么会很重？没有用吗？没有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哇！现在应该超强的吧？还有敌人吗？有啊，会不会？还有一只骆驼。有很多啊，会打不完呢、啊，会打很久啊，先跟你讲一下。这太强了，又有火又有冰。那你们被打到了？被打，不小心，不应该讲话。这样。下面很多，这跟你手机就不一样，是它不会自动给你按按到画面。这比较好、啊，这种比较简单，这个一定要拿。我这只不可以到给我打吗？温死了。我就不打。哇，弓箭手射这么远。很远吗？你们都不死，往上面打哦，不在上面。
接去灭掉它。这狼很讨厌。有吗？来了，决斗吧！我直接被打死。这个狼人狗过来被我轰爆了，都没有用。昆仑弓箭手，昆仑弓箭，死亡者。就是你。召唤，召唤啥？哦，我还想说你要召唤小兵呢，你可没小兵。爆爆爆爆爆爆！你去捡一下，去捡。这里，糟了。还五，还有吗？有啊，还有一只啊，最后一只，没有啊，没有用。这个，来，这没有用。我是喜欢用巨人，这个，我是希望。哇塞，你看。你看我现在不要动。哎，那什么东西是跟着我？是你？那是别人的敌人的。敌人吗？对啊。你有遇过吗？有啊。第二次来了。没有啊，没有第二次啊。哪里？巨人的第二次。一只而已啊，现在一只而已啊。你打一只啊。又会又再来啊，这会从这会一直来啊。哇，越后面越那个啊！太多啊，地图上都是人。哇，不是人是怪物，炸弹兵哎、欸，刚刚那。这是啥、啊？是敌人的跟踪导弹呢、啊？跟踪线啊！可以爆了，快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没走、啊。你打一下就可以走。你只。火焰，你只要打一下刚刚那个就可以走了。我是连发呢，又跟连发一样。哎，你这个存到死好了，死的好快，再存两等就够了。也要活得到那个时候啊！一定活得到啊！整个地图上都是人，哇！不然嘞。在这里，他正面决斗，而且这根本不是人，这全部都怪物。他正面决斗，这根本不是人，这全部都怪物，好啊。这个杀飞人，你可以先走了，你就被打死。真是吧 ，biu biu biu， 那连发太强，来按一下。这个回家，
你应该是可以赢啊。他剩他快死了、啊。快死啊！你可以直接去跟他硬碰硬啊，一定死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哇，顶掉！还有小瓶哦。进不去。差不多，等一下又会来一次。三、二、一，来了吗？还没。嗯。好歹补个血吧。没有。你要找绿宝石。才二。哦，这个就是我刚说的那个爆炸。没有。就爆爆掉。这个可以升的。这个传奇，传奇最小的。他也不帮我补血，那你就要找那石头的。哎，打这个，我你死了，你死亡了，这直接帮我收集宝石。这个，来，拿起来，刚刚好啊，我给你带走了。你远远打就够了，哇，九级，那法师的五星，你再这样咚咚咚咚咚。那可能这样而已。那个是我按的，还是他时间到自己升？他时间到了，他自己会升的。也是，不是我点的。对啊，你不用点了。第一招不用点。嗯，不是你这全部都不用点。不是，我是说他是怎么升的？是我刚刚选的吗？升等？变怎么变？突然变八变九？你升啦、啊？我按的、哦。对啊，不然嘞。哦，对了，你按有的技能，或是有的物品，它会自动帮你加那些的别的物品。我这是金色的哦。金色每只都是差不多，大只的都是。来了。哦，这可以给我打吗？不打了。我要过关。木工我也可以过，我2万多哎。20万的。不是20万，是25万。刚好像27万吧。那你那瞬移都没在家、啊？太可怕了！是啥、啊？什么看不到？这就是哪？在这。其实你朝着 BOSS 的箭头打就打得到了，他也不会停的、啊。你看血一直在哭。要冲过去，什么看不到？他被陨石撞。哼，安爷。左右闪。好卡哦！几百只哎、欸！你看，几千只吧。你看你给敌人那个火焰伤害，8、21，你火焰，你给敌人火焰的招式，秒速。他不是，他会燃烧，你射他就他就会一直燃烧，然后他就会一口气。这是我觉得法师很好的。很好的地方，应该每只都一样。没有，我觉得枪的蛮烂的，不应该浪费一个灵魂。哎呀，好啊，没有，掉都没有，砍掉，不好用。这个双钻，你可以去控，你可以去，啊对啊，你可以去过、啊。嘿嘿，传送入口。嘿嘿、hey, 你看吧，我就可以说啊，我不给我老师了。Hello， 爱之努力了，过关 ，Thank you。厉害，哇，300多，好的，好，拜。